那么 Solution 提供了 3V 的能力，在实作上可以达到以下的一个 use case， 像是你做speech recognition， 它在这个 use case 呢，它是辨识一个 keyword， 这里有一个实际的一个实作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今天大家要做 IoT 的话，我们可以帮大家所有的工都基础建设都已经做好了，把基建都做好了，大家就不需要 reinvent the wheel， 大家不需要重新再做一次苦工，重新再做一次轮子。我们新航为各位准备好了，各位只要专注在粉红色这块，你们专注的应用范围就可以了。那我们现在跟新唐就是一起来做这件事，前面的苦工我们来做，那后面更有价值场域的应用，我觉得那一块需要有更多更多有想法的人 来去开拓了，那我们这样的搭配就可以缩短时间，缩短成本。